公姐，哎，说起老实话，你真的太能干了。那是，哎，你老公一出马，没得搞不定的事情。嗯，你看人家那个爱宝驾驶的质量，哎，你看那个外观设计，嗨，简直是一流的。嗯，哎，你好久给你妈老汉儿送过去？哎呀，你晓得噻，我妈老汉儿都到三亚去耍。还有几天才回来，等他们一回来，我就喊人给他们拖过去哈。哎，对了，公姐，我跟你说嘛，你把那些胶纸啊那些全部给我扯了，我准备撑伸头头的照几张照片，然后发到朋友圈里头去。我就喊花喜就看一下，1999到底能不能够买到80的家具？哎呦，晚点，算了嘛，我觉得做人还是要低调点，哎，太猖狂了要挨打。来打！哎，就凭你婆娘我，混了江湖几十年，说实在话，能够跟我过招的人呐、啊，数都数得出来有几个。打得过我的人，恐怕生都还没生出来。Let's go， 快点行动起来！哎，你坐到那再快点把电视机给我摆好，把东西全部给我收干净。算了嘛！哎呀，你咋弄死了？哎呀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你这咋子？你是让开？你也是一下子想开的呀？哎，好快，没得上去。1999再也买不到了的嘛，别个网店又花了1999买了一套，你看嘛，哪儿发的朋友圈？来来来来来，开饭了开饭了，哎，就不要紧到耍手机了嘛。来来来，放你的。哟喂，咋给我倒去了？嘿嘿，我是铁酒不敢喝的哈，我喝半杯都要喝醉。你们喝？哟喂，人生难得几回醉。再说了，今天大伙高兴，你又是我们老大，你咋能不喝点酒啊？我跟你说，你们太不了解我了。我没留个母老虎，要是我喝了酒回家，哦，要真倒醉。上次我就喝了一杯酒回去，跟着反过吃了一个月的方便面。啊，吃了一个月的方便面，那是有点惨了。惨倒不惨，吃方便面都无所谓，关键是不放调料。啊，这个还不算少，还有一回哦，哦，我就只喝了一杯啤酒，又那个我们穆老虎晓得了，这一下子挨得惨不敢喊。哟喂，又把我吃了一个月的方便面。这回又没得调料啊？错了，这回啊有调料，不得方便面，只准吃调料，不吃我吃方便面了。啊！所以说啊，我跟你说啊，哦，这个酒呢就你们三个喝就对了。我、哦、还有，我今天是开了车，我要开车回去的嘛。这个酒后是不能开车的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忘记你不喝酒是对的，等下我们喝了酒，他好送我们回去了嘛，喝了的。对对对，哦，我这儿送你们回去。来来来，你的酒量好，一喝双杯。来来来来，哎呀，你们喝起，哎呀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哟喂，没有对哦，你们几日倒是喝安逸哦，我这个当经理的还要把你们送回家，住华阳，住温江，住新都。我这趟下来要亏好多的汽油。来来来，点菜点菜。哎，宝宝，宝宝，你们三个喝就不沾了，我也想穿了，我要陪你们喝。哎，不存在。哎，王经理，要不得，你喝了酒，
回去嫂子这盘肯定要喊你吃方便面喝喝哟。不存在，有为这块酒壮英雄胆，为了兄弟情，挨打当干部，反正我肉皮子有点发痒，不存在。来来来，姐姐，干了，我先干回去。哦。谁就抓他，来来道歉道歉道歉，我哎呀，来要我就不高兴。哦，车子我家都不开了，我家还代驾。哎呀，来再见再见再见。哎呀，你这个宝气，喝不得嘛你就不要喝嘛，你还要喝。你晓得啥子，我要是不喝俺家开车送他们，我要烧我的油，我不能那么饱。谁你吐完没嘛？我有事要问你。明天问吧，我还得睡高高。睡啥子高高？我有事要问你睡高高。王宝庆，你给我起来！给我起来！我醒着，等我睡醒了都。等你睡醒了，这个时候说的才是真话。等你睡醒，全部来喝我。哎，这个你都晓得。我喊你睡嘛，你睡嘛，你睡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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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睡嘛。我要闹，我睡觉觉。你睡高高。王宝庆，就是因为你，我在外头你脸丢大了。哎呀，你的脸，随便丢，只要不丢钱。这个比丢钱还恼火，王宝庆，你心坎板板都撇通了。你说的啥子？人家铁公鸡1999，还买不到那套家具。哦哟，咋子我就相信你嘛，我就把你原话发到那个朋友圈后头去。结果人家铁公鸡花了1999，同样买了一套家具，咋子对了嘛？朋友圈里的人都在笑话我。要就等他们笑，反正你就笑人。你说的啥子？哦哟，你觉得人家笑的是我说，这个笑的是你，你要寡妇。吵得撇，你吵得错，你网子还有家具厂当了一个管火的，你便宜家具都买不到，人家铁公鸡还买了一套便宜家具嘛，你呢？哼，吵得撇，连家铁公鸡都不做。找不到就找不到，你骂我，我不理。我到南山找老李，老李送我一杆枪。对着你的脑壳打3枪，噗噗噗！王宝庆，哎呀，三枪，我打3枪，你打呀，你打我不能打你，你天打我，我最讨厌拿着我的头干了。哦，花喜球，你到底要爪子？爪子？我咋嫁给你这个宝气了？这辈子都后悔。你花喜球，你凭啥子说我啊？我就是要说你。你连家铁公鸡都不如，人家铁公鸡还晓得买一套便宜家具嘛？你呢？你收了厂头还光是搬货的，连便宜家具都买不到，你这个脑壳进屎了！全部是你傻子，豆腐王你！哎，你老爪子！你给我去叫！我跟你说，铁公鸡的家具是我帮他买的。啥子？你帮他买的？明明晓得我们屋头买家具，你帮着人家买，你是脑壳进水了？门都卡到了，你装的是屎！哎呀，喜鹊，你听我跟你说吧，虽然这个铁公鸡买了便宜的家具，他还是出了1999嘛。你看我们这个家具用的好好的，你就不懂了。这个家具啊，是越用的久越管钱。哦，再用50年就变成古董了。那个时候，我妈妈传给传传香，传传香再传给他的娃娃，我们子子孙孙啊就不缺钱花。以后他们缺钱就买家具，晓得不？这王宝庆，我们这个家具还要用50年，还要变成文物。哦，子子孙孙全部传下去。哎，我看啊，这家具再用5天就垮。哟喂，你转我的家具，你看，比如说我们这个凳子转身的很，你看，
铁公鸡，你真眷顾我，晓得我铁公鸡的爱恨。老王，铁公鸡，你搞啥子名堂？啊？啥子？铁公鸡，我今天好好的教育一下你，你好好给我反省反省啊！你做了那么多保事，那么多瓜娃子做的事情。 王伯清，我啥子事情把你惹到了啊？啥子事情？啥事情？上街就不行。哎呦，哎，我给你买了家具，我就算了吧。你跟刚娃娘还把放到朋友圈去炫耀，你们不晓得做人要低调嗦啊！再下子花喜鹊看到了，要喊我给他买一模一样的一套家具，你说我咋办？咋办？你先把我包下来嘛。咋办嘛？咋办？ 你再给他买一套就是了噻，你堂堂爱博家私的总经理，怎么真的儿的事情还要问我啊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我不是那总经理啊，我就是爱博家具我承包食堂的火车头经理，我自封的啊，我又没得话语权。王宝强，你不要以为人人的智商都像你一样的低，哎呀，我打电话到你们厂里面问了的，你们的总经理就姓王，而且除了个分分头，不是你是哪个？ 爱博家具厂的总经理确实姓王，也说的是分分头，那个是巧合嘛。总经理要是真的是我，那就对了。王伯清，那硬是无巧不成书稿，编故事是要这样子编才精彩。你这儿伎俩骗花喜鹊可以，要骗我没得门儿。我天，你看，我帮江哥的快看，我这啊，我好久看过你。 王伯清，那我问你，嘿，那天我在总经理办公室看到你跟那个美女两个卿卿我我的，那你咋个解释啊？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我到总经理办公室是给总经理送盒饭。哦，那个东西掉到美女眼睛中，我帮她吹一下。嗯，哪个相信呀？吹？嘿，算了，这个样子，我马上给爱博家具厂打个电话，你真诚心就把他问清楚。 到底他们总经理是不是王宝奇？爸，喂，你好。请问你们是爱博家私吗？对，请问你在哪位？你们总经理是不是叫王宝奇嘛？啥子呢？我们总经理咋可能是王宝奇嘛？王宝奇是我们厂里面的厨师啊。哎，是哪个跟你说我们总经理是王宝奇的？是不是王宝奇他自己说的？ 好啊，这个王宝奇就是喜欢吹牛，满嘴跑火车。哪个在吹牛？哪个满嘴跑火车？嘿，这下子你就相信了吧？嘿，对了吧？这下子晓得我不是爱博家具厂的总经理了吧？那你不是总经理，你咋给我买的家具？咋个给你买的？我个人给你贴了3000块钱啊！啊？你给我贴了3000块钱啊？ 我几个月的私房钱，就拿给你娃给我洗白了。王宝奇，好兄弟，讲义气，你是我们幸福村最大的好人。
呸！哪个了是兄弟啊？嘿，要不是你把那个照片拿来威胁我，那个饺子才给你贴钱。现在对了噻啊，我帮了你，你还反过来砍我两刀啊？现在花先生喊我用1999买一套相同的家具，你喊我咋个办？宝琦，我们两个来慢慢想，你先把我放了嘛。放了，交不出来我就直接把你交给你。哎，宝琦，宝琦，办法不是扯出来的，是想出来的。你先把我放下了嘛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你不要放得那么凶啊！哎呦，哎呦，你说咋办？我们两个臭比较总要顶个租过来嘛，你想跟我改一改嘛？改一改、啊、要是你想不出办法，我又把你吊起来。哎呀，要拆就拆，你也不要把弄绑得那么猛嘛，我绑得好痛。哎呀，对了没有？想出来没有？这哪里那么快嘛？那我要算。不，我想出来，想出来，我们去租一套家具，这样子可以节约成本。哎呦喂，我又不是没讲，你喊我做家具，你做得来哦？我不会。哎，又有了，你用对付我的这种方法，拿根棍子回去把你们花学一棒子给他闷昏，这一闷过去，他说不定就失忆了。等他醒来了过后啊，他就记不到了。好，有办法实在是高，高明嘛！我跟你讲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嘛！要不再想想啊？跟你有啥子好说的啊？一点诚意都没得，进出馊主意！你以为我是张麻子，拿给你喝得团团转？我跟你说，我倒有个好主意。你赔我7999，7999，凭啥子啊？凭啥子？哎，你敲诈我那3000块钱，你该还给我嘛？还有，要不是你们乱发朋友圈，华西兄弟不会逼到我买家具，所以那套家具的4999也该你给我出。总共加起来就是7999。那你还不如一棍子把我妹子算了你。嗨，你以后不敢说。呸呸，我今天就打死你。我讲你把那真的说。天哥姐咋打跑就跑马路口，宝强，你们整啥子？你这啥意思啊？我们在耍游戏。耍游戏就有啥耍头嘛？这儿爱慕将是吃西瓜比赛，4999元的沙发免费了，这个没才有意思嘛？啊？这个多便宜啊！你看这个把式嘛？啊？这回给老弟儿商量。哎，估计夫妻总动员吃西瓜大赛也得奖。估计4999的那啥办哦？宝琦，我想得个办法了。啥子办法？你不是吃西瓜很凶的吗？嗯，想睡觉遇到磕枕头的了，我就参加比赛也得奖我的。哎呀，乖了，那个花西却最讨厌吃西瓜，他不吃的嘛。没事啊，不过没得关系，你们花西却不喜欢吃西瓜吗？我们就去找一个能吃西瓜的女的，哎，假装当你的老婆不就行了吗？你玩烂脑壳！把他扯了，晓得的人越少越好。
哎，师傅，哎，西瓜咋卖？3块钱一斤。啥子？3块？啊！人家夏天的西瓜才卖1块多钱一斤，你要卖3块，你抢谁人肉？我那是反季节西瓜，这批卖完了，没得了。哟喂，再反季节嘛，不可能卖那么贵嘛，哥。哦。你上嘛，西瓜好点。哟，你扯过的西瓜喊喊我们上，我又没病，你怕的嘛？哎，他在耿着呢。你们爱买就买，不买算了。在我李西瓜这儿买不到，你那儿也买不到了。哟，你李西瓜你咋子嘛？你吃全钱说你。这个老几的西瓜卖的好贵哦。我跟你说，他卖的贵，为了给你省点钱，我们就少买点嘛。凭啥子我买？啊，你不给钱哪给？凭啥子啊？那把7家9买9送9拿给我。嗨，那就少买点嘛，少买。我少买点嘛，买10块。啊？老妹儿，10块。哎哎哎，这儿一下10个西瓜，396，哪给钱呢？396，我李西瓜大方得很，收你395。喂，宝姐，这是我给的钱。哎呀，你的我的养的，哎呀，我的钱，我的钱，哎，站了，站了，哎，清风影视，更鲜、更亮、更够味，清风基金。满过心。